你是不是跟我讲，你是要过来关心你的查某囝甲囝婿呢？你早就甲因放生啊，根本无咧管因的死活。你打给东俊，把东俊当作鱼仔共款，一顶顶头针，看到伊痛苦，听伊惨叫，你感觉真欢喜哦。啊，你敢讲，拢无感觉有一点点仔心疼？你做人丈人白，你看到你的囝婿互我利用，互我甲吃把柄；你看到你的查某囝为着要救伊的翁婿来求我，啊，毋过你心肝这么凶，甲伊拒绝。你主要就是为着要对付我。你看人阿婆变甲这样凄惨，你都拢无心疼。我是安怎看到谢宗俊，我还感觉心疼？你莫甲我讲什么同理心哦。当年我为你的心肠，我完全无感受到什么同理心，我感受到只有看轻甲骗笑尔。本来感觉董事长伊过中有话，原来爸不是毋管阮，伊的心过来，还是我甲董俊。爸一定是来替阮做单中情讨公道的，看起来是我误会伊啊。等我把这口气吐出来，我一定要甲爸好好赔罪。当年都已经经过几十年了，你还活在当年？因为当年发生那些事情，才有一个全新完全不一样的单中心。我一当中开始，我跟你罗在英的冤仇就甜对一世人，算起来谢东君算衰啦，才有你这款的丈人吧。啊，唔对，伊的丈人爸唔是你，是王文金。所以你搞了，你算有先见之明，你怎样唔通白白出来去救别人的查某囝甲囝婿啊？我牙膏是不是感觉一个人趴在米酒杯顶头啊？歹势啦，我你失望了。富比在的身后，利用这来打击我，所以已经向我特别啦。今仔日你也无可能看到阮罗家任何一个人多，连都有机会会当看到你家己多。原来你早就知影你做乌龟，做变老皮啊！会当饲着亚杰这么乖巧的查某囝，就算是我亲生的，也真有价值啦。无亲像有一挂人啦，做代志无得老后路，就是讲孝事，万不感受过别阿囝亲情啊！安尼比起来，一些人较凄惨。你是在讲啥？这是啥？你为什么要闭上出头？你把董俊拍落地个，你感觉真欢喜。我问你，敢有感觉有一点点的心疼？你讲无？那呢？你把这内面的物件看清楚，叫我一个新的答案。